まこと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。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。聖パカク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好了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要去台南，所以穿短袖就好了。要不要台南狂风暴雨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好不好？然后今天去收一台，到就知道。好久没有出门了，好不好？带你去南台湾晒太阳，不要发霉了。最潮的穿法，穿袜子然后穿拖鞋。那现在最潮的穿法？啊，我会这样穿。好潮哦。好不好？第一啦，我是在这里，你在这里啊。第一。然后你女儿是 G 啊？你有没有听过笑话？没有。有一个空姐啊，全家人那么吵吵闹闹的要上飞机啊，空姐我坐到，哎，我看看哦，你哦，你死在遐啦，啊，你弟在遐啦，哦，啊，你早囝是 G 啦。啊，有一个人要出门，有没有？然后走到客厅，他爸就跟他讲说，哎。你出门就出门，你裙子不要穿那么短，好不好？哦，爸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这穿短又怎么，对不对？又不要整，不要那么老古板，好不好？爸爸说，我知道，可是你的蛋蛋跑出来了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哇，压轴登场。为什么要压轴？哦，你是讲人拢走了了啊？无，我年纪大，爱放尿，才有法度出来。啊，迄是阮某，啊，无甲阮介绍一个，安尼，互人一个惊遐，啊，你阁叫伊带你走一抓哦。我想讲，伊感觉足无聊的无。就是安尼，嘿，我是被另外一半最讨厌的那个呢，YouTube 节目呢。因为大家来了，讲我阮翁，我看你，我若听到你的声，听到你在笑，我就知影搁在看。热情的台南又到了，哎、欸，我刚才发现旁边有一个outlet，来那么多次都不晓得。我们今天来顾这台2021年的提冠380 TSI， 这矮对吧？阿赖，阿赖，新车我的钱啊，起码比较贵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这个应该是如同新车吧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一个最快速的，要不要阿赖？快速看。对啊。你有考过餐吗？没考过。好，看完了。要不要赌100多万的车就这样处理？好，我们先看车啦，来、欸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欸、你刚说这几年？2021啊。哦，这么新。四月出厂，八月领牌，刚好满一年过两个月啊。原厂还在保固。哎、欸，有哈门卡顿，真的假啊？这真正有哈门卡顿吗？完全有哈门卡顿啊？伊是高音尔还是全部？好稀哦、喔欸，我没买过，会很怂吗？会很怂吗？我因为我们很少买福斯啦，啊，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粉丝，他还曾经我们礼拜天休假，他还跑去我们店里，然后要找我们，就我们没开啊。你看这椅子，啊，这里还有 R， 才跑多少？20000，平把方向盘。啊啊，那有啥咪无讲？你无甲我介绍一下？它的引擎跟轮装而已。是啊、喔，它跟一般的咧，它是有什么多什么套件？下面就不是。哎、欸，前后包嘛无同啊，后边有包我都有看到，有无？有迄假的，敢那排气管的迄、那個，哦啊，有脚踢无？无脚踢，但是是电动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要修啊，搁是这蜜饯哦，我这夹个不要不要的，哇、哦啊，大包哦啊，虾饼哦。我们真的太多粉丝，台南起来买车的啥，伊拢这两间真足侪人。所以台南的名产就差不多这个蜜饯都这样，它这间叫那个什么哦，永泰新，有没有？它都装这样一包一包的，好，一种就一包，一种就一包哦。这个我们店里你有吃到对不对？我知道。虾饼你有吃到对不对？有。好了，阿大，我跟你讲，看完了。对啊，看完了。台南人在做事情，没有在跟你胡乱的。虽然有时候台南人有时候讲话蛮机车的，可是比较直接。可是好喝到底，我们来那么多次南部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只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其实我本来不想来的。我第一次跟他报价145万，高伟代步的嘛，对吧？然后后来你跟他十月车给他讲，他本来还有一台金龟车，我跟他说啊，金龟车买回来懒得整理了。还是阿丹你要金龟车？哎，金龟车女孩子看到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先不要了。打米呢、欸，真的，女孩子看到金龟车，我跟你讲，就漏水了呢、欸。好险，我是专业止漏的，抓漏大师，对，看了都会老醉个抬起来。其实金龟车还不错啦，我只是我们真的现在车位太少了，车位不够，房东又要涨租金。好，啊，对，刚刚讲，我九月底跟他讲145，到他十月初，九月底台积电的指数跟十月初台积电的指数，你知道差了几点吗？我本来想要丢，你知道吗？价钱100多万的车，你也知道我们最近都估了好多100多万的车，然后科P又估 A45，又估什么旅行车宾士，哎，今麦你大出，你知道吗？大出啦，大出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你真的知道什么意思？来解释给观众听，什么叫大出？大卖出啊，抛售嘛，起码
股票不好，大家拢在抛售。然后第二点是因为我跟你讲，跟他一样，因为 Model Y， Model Y 刚开放订单的隔天开始，我一天报价要报五台以上的特斯拉 Model 3，报到后来有没有，我都直接说我没收。啊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太多了，因为都问问哥，他刚订 Model Y 以后，他就想知道他的 Model 3卖掉剩多少钱，所以每个都问问哥，一直问，他也不会卖你，他就一直问。我没有一台有看到车的，所以我越报越低，越报越低，报到最后说哦，我不收了，我连报都懒得报了。好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经济有下滑啊，第二个是因为 Model Y 真的还蛮多人订。我刚讲的时候 Model 3丢出来，但是有很多像这种，他也是换 Model Y 啊才卖的、啊。我没有胡乱哦，真的都是这样哦，准准准的哦。今天100多万车很多都丢出来，所以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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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你冒名啊？你安怎称呼？啊，敢无只绰号我叫一下 Michael。哦，我叫 Michael 好不好？反正他不方便那个啊。后来啊，加伊马工没有考过期的啊，就跑20000啊，保护到2025年8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个今天就直接不开盖的直接处理，不假装一下？不用吧，等一下去吃东西就有画面了啊。啊，来个重点好不好？145万，你有要算我较俗的无？免看啊，我都拼无看的。我讲真的啊，以我的迄落吼，你就算一角钱无减，我嘛是会甲你买。嘿，我唔惊你迄落，我直接端咧甲你讲，较硬的不要紧。我正常来讲，我其实应该要先问他说，欸，这阵嘛放假啊，哎，介绍，我应该先讲好再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我没有跟他讲，我就直接下来？因为他真的很热情啊，他一直在等我。然后中间又遇到我小狗死掉，你知道小狗死掉，我大概失智，应该至少2个礼拜没上班吧？欸，他是我确诊的时候问我的，所以你看这样时间，我是这个礼拜才开始有在上班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，他一直在等我，等我就两个状况，一个铁粉嘛，一个我价钱真的爆蛮高的。你是哪一种？你自己讲，铁粉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145紧绷了哦。我老婆说。接下来我们就停机，让他们那个商量一下。哎，阿伯变强哎，我没有情绪勒索，我停机嘛，我不要一直拍着你啊，好像哎，小花姐，小花姐啊，阿呆，我提一台大台哈。啊，上外济啊，上外济，你讲啊，哎呀，你讲上外济啊，轮椅，粉丝啦，看到没有？不是苦茶啦。如果下次有更专业一点、进阶的粉丝啊，我通常都是加一份浓缩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要很私底下跟我很熟才会知道，像阿呆、泰山他们，特大杯2杯浓缩，哎，头家就是爱加浓缩的，你知道？已估。好，142万，因为坦白说里面齁拖到时间有部分真的是我拖到的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一直在等我。复出后的第一次南下就遇到了这么好的粉丝朋友，然后他就自动这个降3万给我们，那我也觉得真的很开心。我刚才也讲，我说就算他一毛钱都不捡，我还是会买。我说实在话，我觉得这大家做生意是一个感觉问题，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感觉问题。他如果觉得不好，就是他145，我还是会跟他买。那不是场面话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就快写一写，让他带我们去吃好吃的，这比较重要嘛，这比这个重要嘛。无安尼3万的动作小师伴游一个下午，安尼迄种感觉，我买足贵的，我罗斯兰呢。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啊，我还有我以外的男人。啊有至理名言嘛？好了，哎、欸，快签约，快签约，好，签一签，签一签。好了，好，星巴克也估了，啊，不，星巴克也喝了，车也已估了，合约都签好了。那现在要带我们去，车主要带我们去游台南，没有啦，带我们去吃个小吃啦，不要耽误人家太多时间，人家今天请假来卖车呢。好了，那、啊、走了，我们就去吃台南的推荐小吃 ，Go， 已估了。一日约会行程啊，他说这边肉圆吃完，还有水果冰，一日行程都安排好了。来来来，先让你去用会，我跟阿呆用会就好。好了，哎、欸，福记肉圆。来了啦，吹的啦，吹的哦，蒜泥，它这个就是一个咖啡色的酱，然后现场还有这个，我先吃原味酱好了。好，我先开动客人。跟客人介绍，他说他从小吃到大的，我喜欢的就是这种。我们不要吃观光客吃的，我们要吃在地的。他刚刚说他国中就念旁边建兴国中，所以都来这边吃。我们要吃一下这种小时候的记忆的味道。好，我先吃原味哈，蒸的话皮会比较软，阿呆最讨厌软软的。对，它里面的肉是肉块的，蛮大块的肉块，皮真的是软的。
哎、欸，这肉满满的，满满的啊！它的肉吃起来是用酱油腌过的，有酱油的味道。欸、里面连笋子都没有嘞，只有肉而已。只有肉，它真的是肉而已。所以它的皮是配角啦，你看皮真的，你看哦，一夹就断掉了，有没有？嗯，哦、它皮真的蛮软的，肉是本体。它原本的酱是比较温和，比较清淡，不会太咸，不会太咸。如果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味道不够重。难得在台南可以吃到这么温和的酱。哎、欸，啊，会甜吗？会太甜吗？不会。我来吃一下这个辣椒的。哦，味道好熟悉哦。东泉辣椒酱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它是有辣哦。它这个味道吃起来像爱滋味甜辣酱。哦。那加进味道就比较重。然后我刚刚有一点哦，它这个肉都是五花肉。这样你就吃得出来。有啊，我刚好吃到肥的、啊，三斩你知道不啦？嗯，你像这块就肥的、啊，白白的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就肥肉。好，这个不用，要加这个，要加，嗯，比较过味。哎、欸，阿呆，嗯，这样一份两颗四十六，两颗四十六，我觉得不便宜，因为通常这种真的都比较小颗啊，真的比较小颗、嗯。可是说实在的、啊，它的肉量比炸的。多还要多，因为它是肉为本体，它几乎整个都是。那我们去中部吃那种炸的，它是外面的皮比较大、比较厚，嗯，但肉比较少，哦，所以比一比价钱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嗯，应该是差不多。啊，阿呆，你知道《安平追想曲》不？追想曲是又是什么？《安平追想曲》是一首歌啊，啊，配个乐，拍合景，是不？后面啊，开始升啊，你有翕无啦？有啦，等一下。哦，看发抖了，好了没啦？一下，三二一，哦，我横的还没拍到、欸，看，拍个大头的，快点这样。有拍河呢？有啊，哎、啊，你的河要裸胶的还是要？裸胶的啊。好，走，吃牛肉汤，吃牛肉汤。哎、欸，这河景好舒服哦。哎、欸，没办呢，好舒服哦，这河都好漂亮。文章牛肉汤，二十四小时的。24小时，我们每次来都那种鸟时间，吃不到那种早上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尝鲜了。哎、欸，这平常日生意很好呢、欸。对啊，人超多。有很多呢、欸，我换一个开心呢，对不？啊，有什么介那个推荐的？啊，戴丽莎，我跟你用。好，他在嘛小招牌。我爸是有分爱家呀，呵，哎、欸，牛跟猪哦、喔，要吃牛，要吃牛呀，呵，得助攻爱吃牛。好，我来吃个牛肉，这个要趁粉红色的时候快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然等到变黑了，你笑什么？煮太熟就变黑了啊。对啊，没有，没事没事，这是要粉红色的不是吗？粉红色最棒。哦、oh, ，是一个不沾的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新鲜的温体牛肉不输和牛，你知道差在哪里吗？差在哪？它虽然没有和牛那么油，可是它咬起来是有。嚼劲的，嗯，会烤脆脆的，但是又不会让你咬不烂、咬不断，不会像口香糖这样。来台南吃新鲜的牛肉汤，哦，就是要吃它的温体牛，又有嚼劲，又新鲜，又甜，好吃。这个不会输和牛，真的不会输和牛。我那么爱吃和牛的人，但是温体牛肉 OK， 嗯，汤不错，好吃。跟这个肉燥饭、牛燥饭在地推荐的。哎，跟肉燥饭、啊，只是变成牛肉，嗯，可是有牛肉的味道，而且有一个很神奇的哦，我怎么觉得它吃起来有一个牛肉干的味道，好吃，它有一些内脏都剁碎了一起炖，嗯，重点是它的饭是粒粒分明，米饭本身就 Q 的，而且它这个味道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很甜的口味，这调味的蛮刚好的。咸甜适中，牛肉的香气，饭的 Q 度，好吃，快吃吧。芥蓝菜应该不用介绍了吧？我看你可以讲出什么、啊。嗯，炒的还真不错。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吃芥蓝菜，竟然吃得到热锅快炒的香气，代表这个炒烹还不错，就是大火快炒出来。那牛肉更不用讲了吧？牛肉刚刚讲过了，这芥蓝菜好吃的。其实我不喜欢吃芥蓝，会苦。它不会哦，你等一下吃一口，你吃觉得我在做效果？没有、啊。你现在手拿筷子你吃，你看是不是不苦？对啊。有没有锅子的香气？哦，有啦，有。还有苦吗？一点点，尾巴一点点，很少。是跟你想象中的芥蓝不一样。嗯。炒得很香吧？蛮好吃的、啊。味道也蛮好吃的吧？嗯。好不好？客，把客完。哦，看好饱哦。两颗肉圆，汤我喝不完，我真的喝不完。我那么爱喝汤，我真的喝不完。哦，肉燥饭，芥蓝。蛮便宜的呢。我们点了三碗小的招牌牛肉汤，一碗110，三碗肉燥饭一碗30，芥蓝牛肉130，总共550，四个人550吃饱。啊、嗯，我本来以为这个算是那种排队名店，还是说那个感觉台南人会说啊，你别吃嘿，我跟你讲嘿，观光客在吃的啦，好不好？有些人会这样说嘛。嗯。不然你看下面留言有没有这样留？我猜有啦。应该有。哦，你应该去吃对金啊，6000啊啥啦。好、哦，你吃嘿文章的嘿观光客在吃的啦。哦，你真正无内行的，后盖来找我，我带你来吃好吃的，一定要热情嘛。可是我讲实在的，口味还真不错。它这个是新开的嘛，老店在比较前面一点。其实环境、座位数、哦、整洁，还有出餐的速度、口味，我觉得都不错。虽然是观光客名店，但是我觉得不会有踩雷的感觉。而且附近刚看了一下，其实可能因为我们今天平日啊，车也蛮好停的，路边多都是。对面还可以安平追想曲，啊，还有河边用干打还不错啊，对吧？我妈妈也是来吃，我妈呀，我第一次来吃，我是觉得。口味算是中上，真的是中上了。那、啊、你说要紧绷好吃，等我下一次有吃到更紧绷的，我再跟你们讲，好不好？因为台南我也很少跟大家分享牛肉汤嘛。好、哦、啊，谢谢这个 Michael 跟阿华今天也陪我们一个下午了，这又卖我们又给。又有送我们便宜，又有准备伴手礼，然后又带我们来吃辣丸跟牛肉汤，值回票价了吧？我是说他们啊，花3万块，小师陪他们一下午，我们在那边拍，在旁边看现场在笑，在比脱口秀更好看，你知道嗎？啊，你看脱口秀，你坐台下尔呢，起码就是边啊尔呢，看会到摸会到呢，3万块他们划算啦哦。可以的，那到底是谁划算？好了好了，我们要。打到回府了，弄一弄也3点半，然后送 Michael 跟阿华等你，送过来四点面啊，等下煮的要八九点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小丽笋，阿呆今天也是很开心的哦，我们好久没有出门那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在散心，对不对？哦，下来估个车也没翻车啊，连引擎盖都没开，好不好？挑战买140几万的车。引擎盖不开，挑战不开盖，走在路上靠着那个诚信，回去一掀开啊，看，被骗到台南，被老板被骗到台南，可才有下一集嘛。没有，那客人真的很棒啊，粉丝很棒，也带我们去吃了那么多地方，然后还边开边跟我们导览介绍沿途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啊、哦。那因为我们也吃饱，吃两间就吃饱了啦，他也赶着回去，现在已经也4点半了。赶回去台北也8点了吧，最后成交金额就是142万啊，其实应该也是以现在行情来讲还是偏高，可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后来深聊之后才发现说我刚好确诊完家小狗挂掉，没有心情上班那一段时间，刚好他家里也出了一些事情，所以他那一阵子也没有心思处理这些，我还想说他那么好一直等我走出来才联络，不是，他自己也还在走，他自己也还没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我真的觉得缘分就是这样嘛，刚好我们在一样的时间家中都逢巨变，然后两个都在疗伤，哦啊，其实他到现在我看他的样子好像还没有走出来啊，事实上呢我也没有，刚好一起散心，好、哦、那希望说这样一个下午啊，大家这样有说有笑吃吃东西，那希望他能够快点走出来，也希望 我自己快点走出来，那这个我在这边就跟 Michael 讲一下，加油。欸，他不是叫 Michael， 从头到尾都我举的。Michael 跟阿华，Michael 跟阿华嘛，好、哦，希望他们如果看到这个影片，加油哈、哦，一起走出来。时间虽然不会让你的伤痛变得不痛了，但是呢，会慢慢的让你习惯痛，好不好？希望他今天他们有疗愈到，我是觉得还蛮疗愈的啦。那今天这台2021年的迪冠，我们就一估了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
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